再讲到台中很有名的镇澜宫，哦，这是每年有很多人去这个庙朝圣的哦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鸟，台湾黑熊出现了。哎，这个人看奥多拜是外送的吗？他正在看手机，所以他就在外送的。好，敲锣打鼓，这个是庙会。三太子，这个是济公，这个衣服破破烂烂的是济公。还有这个是，哇，阿公也很虔诚哦。还有旁边还有卖菜的阿嬷，哈，还有谁呢？哦，这有新闻台正在采访呢。好，这个真的是很棒哦。台中的有名名产太阳饼，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烤玉米、冰淇淋都有。诶，这个鬼是有一点，大白天有鬼吗？不晓得。所以这个是台中镇澜宫。还有这个是哦，高美湿地，有一次我们也是黄昏的时候去哦，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没那么多的摊贩啦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有很多的招潮蟹出现，你记得吗？哈，小马朵，你记得我们去高美湿地的时候吗？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停车在很远的地方，然后走过去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哎，这个又是推这个阿公出来散步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是台中很有名的大学，东海大学，它这最有名的这个地方，还有旁边有一个牧场，哦，后面有一个大猩猩呢，还有谁呢？还有小丑在野餐哦，小丑前面有狗狗便便，哦，还有一些传教士。还有人在这里拍婚纱，然后这个很有名的建筑物是贝聿铭大师设计的哦，他同时也是香港中银大学中国银行的那个设计师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买这一本书来看。蛇，谁？蛇，对。